是幻影嘉瑞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灌篮高手，在淘宝上面买的灌篮高手珍藏版的卡片，单纯觉得很帅，所以想买，就买了一盒来开箱看看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开箱环节吧。Go， 它写珍藏版卡包，那每盒20包，每包3张卡。他说有20包嘛，每包3张，然后就是大像这样，然后它是卡包是长这样，5元包灌篮高手珍藏版。然后这边是有可能会开到的卡片类型，我就是希望可以开到三井寿的签名卡，水户。三井寿哦 ，BR 卡，这西装也很帅。先到，樱木花道的 SR 卡，流川枫的 BR 卡 ，SR， 胖胖，福田，藤真，哦，这个粘住了啦，难怪那边什么背面是三井寿，刚才樱木花道背面是。三井寿好帅，再来3包，打水户河北，宫城，花形透，樱木花道 ，SR 的樱木花道，藤真 SSR， 哦，流川枫，这是 PTR 卡，藤真。名字 SSR， 这是 UR 卡，木坤木啥 UR 卡，是 R 先到 UR 卡的学长木木，是 R 的樱木花道 ，UR 卡的也是学长 ，OSR 的樱木花道，有没有开过 ？SSR 三井寿帅变粉，哦，就是他，木一晴子 SR。SSR，樱木花道 PT，PT 来花型，福田 SR， 我请 GP 卡，这是岭南，啊怎么2张？宫城，对 ，SSR， 这是湘北的 GP 卡，哦这好看。城的 SSR， 神宗一郎，这个人啊来过很多次嘞。PTR 樱晴子 S， 哦，山井很帅，帅哥。最后3包，画多少？赤木 SR，PTR 青田，哦 ，SSP 流川枫。来一个三井寿，他已经很多张了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刚才开到的卡，我小整理了一下，那跟各位介绍。那先从 SR 开始吧。SR 就先来了3张晴子、宫城、藤真，2个赤木，它是不同的卡。还有2个神宗，神宗一郎。樱木就好像比较多，樱木好了，主角，樱木5个，帅，对，介绍，然后背面都是角色介绍这样，然后福田，先到，他胖胖朋友。这个也2个 ，SR 介绍完毕，再来看 SSR， 福田3张，晴子也3张，重复率真的蛮高的。三井寿也3张，但是老公可以多一点了。宫城2张，木生一张，流川枫2张，藤真2张，一张，好，再
个是 PTR 卡，就是很帅，花型。三级数很帅，肌肉流川枫，有三张，上面都不一样，姿势角度都不一样。BR 卡，它这边有写什么大前锋，别名篮板王。然后这边是有身高体重，然后生日年龄。高中这是我的湘北，是主角高中。这边是队长介绍，这两张一样的 GP。他们这边就是高中的介绍，这张 SSP 卡应该就是他什么签名卡这边签名。柳川枫，然后他背面讲的是这样，就是灌篮高手标志这样。这是我介绍啦。好，这就是他，我跟他跟店家卖家顺便买的卡本，不知道怎么拍出来。我跟他讲说，他封面是拍透明的，然后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卖卡本那个样子。这是 UR 卡，对，它很厚，所以就是背面就没放，就放一张 PTR 卡的页。喜欢卡册还是蛮壮观的，但是 GP 卡跟 SSP。剩下就是 SSR， 然后放个三张去，后面就没放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觉得重复高中，它材质其实就是那种厚纸，很硬的那种厚纸板的材质，然后其他油油的。那就是今天的开箱，谢谢大家。